三天的课程里面，我们玩了非常多有趣的这个游戏，做了这个绕口令的练习，当然就是少不了就让他们去感受怎么去做一个新闻主播。我们这次的课程目标旨在就是让他们可以去体验新闻主播到底是怎么样子的一个状态，然后他们后面有的这个就是支持后台的这个设备到底是怎么样子的。 Harry Potter Channel 的嘉欣姐姐呢，之前也是我们 My Kids 的小朋友，然后现在她已经变成了大朋友，因为她本身是国际学校的学生，中文上面她其实是有点吃力的，但是这三天的过程之后我吓到完全就是被震惊住了。 Harry Potter Channel 的嘉欣姐姐，您准备好了吗？我们把时间交给嘉欣姐姐。好，嘉欣姐姐准备哈，三二一，开始。中国北约克郡一名58岁男子透露，自己被外星人绑架60次，还参加了一场星际战争，同时也表示这些入侵者看起来像吸血鬼。他表示当时骑摩托车经过一个隧道，然后发现自己坐在一张椅子上，喉咙还被压制住，脖子后方被注射某种东西。我进入了一个看起来像亚裔手术室的地方，周围有15尺高的外星人，他们看起来像没有锋利牙齿的吸血。我有吓到哎，你怎么可以那么厉害？所以你刚才在我们准备的过程当中是给自己施了什么魔法 ？OK， 没有对不对？哈，这个抗压性嘉欣姐姐是具备的，而且做得非常好。我们真的是要把我们的这个 like 还有小爱心送给嘉欣姐姐。好，谢谢嘉欣姐姐。